大家好，我是陈妍希，和我一起加入2017新浪厦门爱心图书馆，送一本好书给山区的孩子，参与让公益更有力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佑宁，和我一起参加2017厦门爱心图书馆，一起送一本书给山区的孩子，参与让公益更有力量。